这是澳洲小龙虾蚌壳的鹦鹉，小龙虾蚌壳的时刻是最危险的时刻，因为其他的同伴可能会来攻击它，所以偶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断脚的、断肢的这些小龙虾，断肢了过后就无法再生存了，它的那八只脚，包括前鳌都会被咬断。加油！小龙虾每个月都换一到两次壳。它遗留下来的壳就会留在水里面，让其他的小虾来吃，补充钙质。这是刚换壳的，它的身体就会比较软。目前身体很虚弱，很容易受到攻击。
三分钟后，它就没问题了。